我们这个日本的胶棉呢、啊、不肮脏哦，你只需要用干净的水龙头水啊放进去，它很好用，它也很好洗的。它动到水的时候啊，它整个会膨胀起来松开哦，肮脏都会脱落在水那边。给它转转一下、啊，前后用十秒钟哦，它马上还原给你一个干净的头发。好、哦，这个就是讲它东西啊，讲坦白一句话，一定要好用，也要很好洗。大姐，大姐，好用不好洗，我送给你，你也不要啊。哦，而且它的使用量啊，比我们听好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听好啊，哎，还有送一只两缸的。好、哦。听好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！你们一天哦，在家里抹两次啊，它比普通布的那种啊耐用4倍哦。你一天在家抹两次，它可以用到2年的。等你用到2年啊，它一样美美的，它不会脱毛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是布，它是棉来的。不过等你用到2年，它一样会坏，它的吸水功能会坏。等你用到它2年后，它不能吸水了哦，你就要丢掉换一个新的。没有，明白吗？没有东西是永恒，最重要很耐用啊。这个又你们要买啊？来，谢谢，很多人用过的啦，被我介绍太多人。这个又你们要买啊？大家大姐记得啊，你听好啊，你不要来骂我嘞。把文化制造。喂。